近日，由黄渤、沈腾主演的国产科幻喜剧电影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发布最新预告。一心想发财的好基友耿浩和大飞各自经营着惨淡的事业，天外来客到访，拜访了两个人。耿浩、大飞想到了赚钱门路，把外星人当猴婿赚取门票费，但外星人逃跑，晚上回来弄这两人，被外星人用铁链吊在高空，连你与夺命剪刀脚一脚踢飞你。两人想逃跑，奈何墙体过高，根本翻不出去。外星人慢悠悠地过来，两人赶紧认怂，大哥大爷地喊着，生怕外星人发怒打人。外星人已经把两个基友搞到了半残，从一闪而过的画面上看，外星人头像蟠桃，身穿白色宇航服。耿浩报警，警察根本不信，青天白日哪来的外星人，还很疑问这两人是不是喝醉了。内有外星人整蛊，外有别人不信，两基友可惨了，为了保命，为了生存，变着法的给外星人讨好，表演节目，唱歌，扭秧歌，只要外星人大哥能高兴，不揍人就行。两人对外星人说，地球给你，你随便整，赶紧毁灭吧。耿浩、大飞在与外星人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抗，被揍得不轻，败下阵来。外星人很牛批，满口脏话。黄渤、沈腾主演可能会把观众笑到肚子痛。谁好像外星人？不许说开二。这种外星人会发生？我们家哪里能打电话呀、啊？这太强了，什么速度？怎么这么多？这是无法忍过你，地球怎么会主动改变？误会。